雪白之城，到处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惊喜。2022新北欢乐耶诞城的主题和亮点，今年集结了迪士尼加六大超人气阵容为主轴。市长侯友宜表示，透过活动要让市民朋友看到新北是一个健康、快乐、有希望的城市，欢迎各地游客在11月11号开城之后到雪白之城共度欢乐耶诞节，让新北市看到一个健康、未来、快乐、有希望的城市。原来是用欢乐耶诞节、耶诞城来展现新北市的国际化跟新北市的不一样。已步入第12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，市府特别举行启动记者会来介绍今年的主题特色。台湾大宽屏永嘉乐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杨明杰也出席参加盛会。此外，地方里长表示，这项活动多元丰富有创意，可以说是跨越各年龄层。里长们邀约乡亲届时共襄盛举。今年哈，咱的新北耶诞城有足多来自于迪士尼的一些卡通人物哈。啊，還有下雪，啊，欢迎家长吼带着厝的囡仔踊跃来参与。啊，这边11月11日就开始啊，时间吼来到1月的时阵吼才来结束，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当带囡仔来咱新北耶诞城一起欢乐。新北耶诞节哈即将上场，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，我们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到板桥，我们今年度的耶诞节非常的丰富。欢迎大家莅临。今年活动自11月11号开城之后，举办到明年的1月2号，为期53天。活动期间，每个周末都有精彩的单元，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参与盛会。记者黄佑贤，新北市报道。